我们增加实力。高雄一家三口确诊，经过扩大裁剪，再新增两条传播链，其中一条就是和在高雄港工作的爸爸18156同样有星光轮活动史，以及相关接触者共七个人。同时间有另外的一家公司有三位的铁工有上船，那还有一位属于日用品的杂货商。这条传播链包含交通船上两位工作人员，以及另一间公司五位工程跟维修人员都确诊，因此能推断高雄港群聚案和外籍商船星光轮的相关性比较大。我们研判星光轮应该疑似是本事件的传染源之一。高雄港群聚案扩大，没想到经过交通部调查发现，按18156在登船时并没有落实十连制，船公司也没有派人查验。会依三纲划，划10万到50万，没有要求他做十连制的话，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个船舶的部分同样处以10万块以上50万元以下的。染疫风暴还扩及到19号当天曾和染疫爸爸按18156到过同间耳鼻喉科诊所看诊的三位患者也同样确诊。同时段前后30分钟内的三个患者虽然没有症状，还是发生感染的状况。由于星光轮停泊期间进出高雄港特定匝口与码头，一天就高达20000人次。市长陈其迈呼吁，曾和确诊个案足迹重叠者，不论有没有症状，请尽速裁检。市府也加设筛检站和时间赛跑，全力来阻断传播链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